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龄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是一步申请 SEO 优化服务，第二步网站关键词分析给出报价。我们根据您的关键词或者我们根据您的行业筛选出最适合您网站的热门关键词，分析 SEO 优化相关关键词的竞价热度和搜索热度，然后给出合理的报价。第三步，签订合同并支付 50% 的服务费。根据您的网站优化服务要求和排名指标，以及我们对 SEO 服务的承诺，我们双方签订合作协议。合同生效，您需要提前支付服务报酬的 50%， 没有必要签合同。这很复杂，我们是一家具有良好声誉和品牌的服务提供商，请不要担心。第四步，网站诊断，结合100多项SEO 优化技术指标，对网站进行整体系统诊断，找出您网站存在的问题，然后制定 SEO 优化方案。第五步，网站优化，根据诊断结果和优化方案，对网站整体 SEO 进行了优化。第六步，网站登录，把你的网站提交到国内外主要的搜索引擎、商业网站和地址目录。步骤七，优化反向链接。第八步，搜索排名优化，采取专业的 SEO 策略来优化你的网站，提高你的网站在搜索引擎中的排名。第九步，30%的服务费，服务一个月后支付总服务费的20%。第十步，网站优化排名受理，根据双方签署的 SEO 合作协议，检查搜索引擎关键词排名是否达到指定位置。第十一步，排名观察，因为所有的搜索引擎都有排名波动，所以有必要观察一周的关键词排名。第十二步，交易完成后收取20%的服务费，完成预期目标，优化流程，支付剩余20%的薪酬。第十三步，搜索排名维护，根据搜索引擎排名算法的变化，网站 SEO 优化方案也会相应调整，以保持您的网站在搜索引擎上的排名。